不外久，酒菜送来到位啊！我当的大先添一杯洋酒，予伊别兰花。我当的这当阵，两粒目睭就像小狗目，拢无灯轮，直直看别兰花行情。这当阵，伊对着伊落地啊，提出一张100万的支票出来。大，这100万。哈，100万的机票，你给我收落来，来，伫遮，歹势啦，哎，歹势哈，你有欠用着啊钱的我足济，我当的，你遮尼啊疼惜我，遮尼啊帮忙我，我希望讲人工啊有机会会当来报答你个，唔免客气，来来来来，啊，咱两个吼。饮一杯，我敬你一杯哈。但我不要饮酒，你的生意我甲你心领就是。袂使讲袂好饮，因俺无论安怎样，我足欢喜，啊你也足欢喜，你应该互我面子一下，饮淡薄啊。真是的啦，我真正袂晓饮酒啦。真是袂饮咩？嗯。啊，无你嘛安尼，互我当个面子，啊，甲我当个饮半杯就好。饮半杯哦，啊咯，好，安尼好唔好？来来来来，啊，干杯来吼，半杯就哎哎，干杯！哈哈哈！来讲这当阵啊，我等下先将酒饮落去了后，白兰花也勉强将着半杯烧酒怎啊甲饮落去。这杯酒一个饮落去无五分钟，白兰花感觉讲无啥共款。头壳煞怎啊戆戆，规身躯敢那直直烧起来，伊个面、目睭、耳啊，拢规个泛红起来。我当个，我酒醉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头壳戆戆，我酒醉啊。不要紧，酒醉较自然哈，我会好好甲你照顾。平常时啊，白兰花已经会当啉差不多一罐勃兰地的酒啊。但是永安伊干呐啉起半杯尔尔，伊就感觉有淡薄仔醉意。可能这只老弟哥在你这个酒的内底面，唔知有下啥物款药啊滴嘞。但来讲这当阵，白兰花规身躯软绵绵，我当个赶紧怎甲扶起来，扶伊来到伫眠床顶。现在白兰花已经会使讲是蒙蒙渺渺，故在着这只老狐狸去摆布了。我当个这当阵。伊头壳压低落去，伊对着白兰花头毛、嘴皮、嘴唇，疯狂来得解亲。白兰花并无解拒绝，但是讲也奇怪，现在伊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母女相爱原是梦，伊感觉伊过去就亲像一场的眠梦共款。伊暗暗庆幸，阴暗过了后，伊就要结束着这个母女的梦了。即阵伊个脑海内干那钱，干那钱啦，100万，100万是好顶迷人个数目，有100万的新台币，一切拢总会当解决的啦。现在伊想讲，啊好啦，100万为着100万，搁再加麻木一届，为着100万，甲对落一届，又算是啥物呢？又是一场个巫山风云开始了。但来讲，就正在你房间内，伫咧狂风暴雨的时阵，雄雄外口面门下口，人咧弄门乒乒叫。开门啊！开门！哎，开门啊！哎呦，这，什么人啊？这唔捌礼貌卫生，哈！啊，这阵在咧弄门，哈！无啊，啥人啊？啥物弄门啊？哈！那个陈静。零件啦，迄、那个警察的零件啦，麻烦开门一下。啊，我的警察零件嘛，啊，这有够这歹运啊呢！我啊，稍等一下哈，稍等一下哈。这当阵我等个听到讲警察要零件啦，伊赶紧怎啊爬起来穿衫裤。白兰花这当阵也起来衫裤穿好洗了后，白兰花坐在哩眠床头，这当阵我等个就安尼行去开门。门一个拍开，徛在门卡口有两名警察，甲着一个服务生。
这当阵在你警察的后边面，又搁徛着一个真大颗、规身躯亲像阿门土汤的中年的查某人。我当的雄雄看到这查某人的时阵，我当的看到这个查某人，总啊晕落去，总啊蹲了坐落去，本来该定睛。即卖雄雄总啊袂输颠颠着，啊人规身躯总啊四肢无力，总啊晕倒在现场的所在。来讲，即当阵，即、这个足大颗的查某人雄雄打出一个箭步，冲来到伫吴董的面头前了。啊呵啊！你即男死的你啊！啊呵！好好啊！恁祖妈袂堪要求呀！啊你竟然哦，敢安尼瞒骗恁祖妈伫外口面？甲查某人咧开房间啊！哦，太太你慢慢来讲啦，你讲也歹听，听无啦。我过这过火啦，误会。哼，恁祖妈哦，无咧听你咧辩解啦哈。私心哦，摆伫眼前哦，你去讲误会，哎呦，哎呀，啊，互你笑呢，哈，你搁敢骗我啊？你变什么梦啊？哈，你做什么工课啊？太太，卖生气啦，我都来咧讲生理啦，啊唔相信哦，你无敢问一个。哈，你叫恁祖妈问啥啊？哈，吼、哦，哟吼，问这个狐狸精心啦哈。哦，你是当作我笑的？恁在变什么梦？哈，我唔知影，我就搁问你啊。无啦，太太，阮真正哦在讲生理啦，出来遮咧讲生理啦。啥？哎呦，哎呦，太太莫游了啦哈！这哦，这咧讲生理，出来房间哦，好，恁怎啊袂堪要求呀？哎呦！哦，太太啊，我要听死！啊，你一手加零钱啊，一手加身水皮，你是存办要我死的你啦！哎呦，太太啊，帮啦！怎么啦？哼，你这男死的，你还搁敢唬人哈？你以为讲吼，你咧做啥物代志，你会当瞒骗恁祖妈哈？硬要你好看哈？吼、哦！要现在点啊？现下事情，我咧讲。无啦，太太，莫安尼啦，有代志慢慢啊讲啦，莫去卡动手啦。啥？你咧讲啥？哦，你带查某来开房间，我唔能去卡动手啊！哈，老实甲我讲，你给这个狐狸精偌济钱？无啦，拢无啦，拢无哈。哦，你这老狗，你搞早唔免开钱，你骗鬼哈？凭你这人扮鬼要爱你哈？你骗恁祖妈哈？哎死！哎呦，哦，太太，你唔茫甲拍啦，茫甲拍啦！你爱老实甲讲，我咧讲，无我无帮你说哈。吼、啊哦，你这只老狗，你拍走唔免开钱哈，倒、啊、一阵，互恁做乜你也着，唔是用钱硬硬去吞起来哈。站好！好，别上啊，叮当！好，我无叮当。哼，恁做乜来问这个吼、哦、死杂鬼啊？无啊，你即个懊悔啊，哈！你敢引诱我的红婿？你安尼吼，拢无探听呢哈！你唔捌我，你唔捌恁祖妈哈！恁祖妈是通哥乡上出名赤查某，我咧讲啊！你是吴董的太太？哎、欸，啊！你笑鬼个！啊，无我唔是因太太，咱借问一个，无你是因太太唔哈？什么？你是因太太？白兰花这当阵来听到一句话，伊总安尼规个硬气，伊满腹个希望到到遮来，拄好亲像一块地皮啊，总安削破共款。伊感觉非常的见笑，伊头壳总安打结落来，伊险险流出着目屎，伊非常的反悔，伊不应该来听到吴董的白贼话。原来吴董的根本就无影死无，原来吴董的某徛伫面头前个所在。今仔日就是吴董的竟然满骗到伊的家后，伫外口面啊风流啦。这当阵的白兰花，伊感到了目屎。
慢慢走来到在吴董的面头前，伊家己出去。你这个无良心的大骗子！无啦，我嘛无骗你呢。咱这算讲吼，大家欢喜甘愿呢。我有哪付100万的呢？你靠！哎呦！你搞肾能哎呀！哦，俺都一千。卡差不多嘞哦，哈！哦啊，你踮恁祖妈面头前咧算阮翁，哈！无你算啥物？你算老几啊？哈！啊，我的翁我得互你来修理你啊！唔免，你甲刷刷去，哈！哦，你这查某好大胆哈！你敢因为阮翁？我用啊，绝对无帮你刷。我若无好好甲你大大拍一下吼，我唔甘愿啊！哎，死！哎呦！哪里有你？靠你！哦，这个吴太太实在是力量真大，雄雄安尼一个箭步冲外去，然后对别人会头上怎啊甲包起来，刷入去，哔哔啵啵，连连拍到，让伊别人会感觉脚步强强要徛袂在，满天规个抓金条就对。这当阵啊，伊直直拼，直直拼。来讲，吴董会看到了白兰花，去予因某安尼甲伊拍几下下，已经徛袂在啦。伊本来要打进前，将伊白兰花甲扶起来。哪会知影讲，即当阵因太太吼更加凶啦，凶凶怎啊起脚对着因翁的吴董的腹肚怎啊斩两下？啊！你去，你个假安尼好话啊！我倒落去啊！我哎呦！哦，安尼好话，我即只包错动脑筋的我。哦啊！恁祖妈在拍，你搁敢要来讲哈？你好大胆！你吼老唔死的吼，你泥菩萨过江，你自身都难保啊啦！我跟你讲，今仔恁祖妈绝对不帮你刷啦！慢着，吴太太唔能够拍。无啦，警察先生啊，你来甲我动啦，你甲手甲抓掉的，我无拍面来甘愿啦！哎呦，恁祖妈愈看愈气哦，你这叫狐狸精哟！吴太太，叫你袂使怕，你无听信。袂使怕就袂使怕，就遐尼大声。哼，吴太太，你安尼做已经触犯了伤害罪啦，你知唔知？哈，伤害罪哦，阮翁从引诱来安尼，我甲拍袂用的哦，当然是袂用的啊。法律的社会，法治的国家，法律自然会当给你一个交代啊。你哪会使安尼胡白拍人？安尼未免会受伤去。哼，话未使安尼讲诶，因为你会当告伊啊，告伊妨碍家庭罪啊。我当然要告咯，我来当我放因耍，我要互这两个拢去关啦。安尼好，要告唔告，这是你的代志。你啥物病啊？我有话要来问伊。好，安尼你啦，好啦。小姐，我请问你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做白玉兰。白玉兰，这跟你的真名是？无唔对。倒位的人？我住伫个舞台。屏东迄个舞台是？嗯。来高雄偌久啊？差不多一年多。也你甲吴董的当时熟识？怎则熟识个？啊？怎熟识？你在做什么职业？你哪会来这跟他在开房间？我你也说不要紧。警察先生，我是一个母女。哦，原来你是母女，要有这招吗？我这招我看看。我没这招。什么？要你不就黑白母女啊？要你两个来这开房间代价偌济？我无讲代价，伊讲叫我嫁予伊。叫你嫁予伊，你敢唔知伊有某啊？我唔知呀，因为伊甲我借纸讲，因某早就已经死啊。这白小姐，你伊讲，因某破病死去啊，叫我嫁伊做后手。哈，我是想讲，做母女无孤单，会当找一个较好的人嫁。所以我才答应你。哎呦，你这个男死的啊！哎呦，你小狗好大胆，你安尼后边拢记个，讲我死啊！我安那死的无啊？请问一下，我这么人好伫遮，我安那死的？
无啦，无啦，哎，乌白讲的啦，乌白讲的，我听较无一百解啊！吼，恁做啥袂堪的气味啊？无啦，太太我，啊，互你叫你死，叫你死，你竟然讲我死啊！哎呦，太太啊，太太啊，太太啊，无啦，无啦，好，啊，你这个老唔死的，你有够可恶哈！哦，你安尼一尴尬案哈，是袂当恁做嘛紧死？安尼好啦，我死予你看啦，通予你去娶一个吼，即个如花似玉幼咪咪狐狸精啦啊！你哦有够可恶，你无天良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吴太太，你冷静一下哈。现在我咧问话，拜托你莫安尼吵吵闹闹。恁翁仔某有代志，恁转一下去讲嘛哈。啊，我实在太唔甘愿啦，你都唔知影。白小姐，我搁在问你，我当然要叫你嫁以前，伊有付予你什么代价无？警察先生，伊有讲要代价予我。偌济？一张现日一百万的支票，呾伫遮啦，就是这张啦。哈？哎呦，一百万的哦！哦，原来吼，我失了支票就这张啦。来，我看卖咧。哎呦，警察先生啊，这张对啦，我吼偷摕去的就是这张啦。哦，吴太太，你来阮警局报案的时阵，你讲失了一张支票，就是这张是吗？对啦，就是这张无唔对啦。啊，我绝对吼要告你这只狐狸精，告你自杀，告你妨碍家庭，哈。啊！你这老唔死的吼、啊！太太，你有哪加注意哈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做地袂帮你刷哦。白小姐，我请问你，这张支票是唔是吴董会送给你的？无唔对，确实无唔对，是伊送给我的。嗯，吴先，警察先生啊，你不只要慷慨嘛哈？哦，啊你安尼。一届就一百万，嘿嘿，真大方嘛。你安怎？哈，我老狗啊，你安怎？你老实讲啦，安怎？哎呦，哦，我警察先生啊，无啦，我无啦。什么话无？你莫讲个清楚，是啥物无？我无送伊一百万的支票啦！啊，你无送伊，那安尼支票哪会伫伊个落地啊呢？都拄只啉酒吼，啊，我啉到酒醉啦！啊，我嘛唔知讲变小只人啦，安尼啊，我酒醉怎啊甲偷饮去啊？你靠，这做囡仔人安尼？我当个，你竟然讲这种话！安尼好，这个所在。营业场所不便的加讲，行，咱做阵来去警察局才讲。两名警察有时自然的亲像在阿凡人同款，将伊白兰花给夹在了中央。现在白兰花不但是一个妨害家庭罪人，又搁来犯着窃盗。人证物证齐备，已经会使甲当作现行犯打扮了。一家人去当中坐着电梯那边落去，在伫电梯内，白兰花心肝冷起起，伊非常的混乱。现在，伊知影讲去到警察局了后的效果会变成啥样，伊唔敢搁再想了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实在是乎人意料之外，防不胜防，实在是带给伊打击太大了。伊想着了自己。这一冬来命运的变化，这一冬来历尽沧桑，到尾坠落风尘，伊所受的艰苦已经有够凄惨嘛？为什么命运之神一再来赐予伊这款凄凉的环境？又搁现在逼到伊满身全罪啦！事实伊是被冤枉的，但是伊冤枉要对什么人讲呢？伊的内心。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，伊愈想愈紧，愈想愈气，伊的情绪愈来愈激动。这当阵，双眼目屎已经情不自禁一滴一滴滴流落来了。
伊嫁个出去，伊分到五档是一个感情的骗子，用千刀万剐都袂当来原谅伊的一个恶魔。会使讲伊是一个害人免惹刀的败类，伊一生眼看就爱端上在你五档的手头了。这当阵的白兰花心肝底直直想，直直想，想到最后，我袂去，我绝对袂去带伊去警察局。一声去，我会永远沉冤海底。我是冤枉的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也毋过，啥物人会当相信我的话？哦，我袂去为了伊乖，我绝对袂去的。想来到家，拄好电梯门对伊撕掉来拍开，因一家人咧行出着饭店的大门口。熊熊一阵冷风对面吹来，非常的清冷。白熊男这个时阵起一个加冷顺，原来外口面正伫咧落着蒙蒙啊雨。因一家人在门口的所在拄好要等客停车，就在咧这个时阵，白熊男熊熊怎啊利用着警察无视的中间起脚就走了。什么？走起啊！会弄的，会弄完你就走起啊！紧追，是。这就是我的心事甲经过，为什么在风台天的暗暝，我走予警察队？为什么我会变成被通缉的女贼？原因经过就是安尼，我予警察捉到走投无路，才走来美丽恁厝。这就是我的经过。什么？白小姐。听完着你的词语，我感觉太感动人啊！我想袂到讲，你虽然是一个母女，但是你的灵魂是这么的神圣。建宏，你会看清我袂？袂啦，白兰花，我袂看清你，而且我对你你的人格，我感觉非常的尊敬。莫甲想遐尼啊济啊！一切拢已经过去啊！为了着美好明仔载，你应该振作起来。你听我苦劝，过几天我带你来自首。我会听你的话，去警察局自首。相信法律来一定会当予你一个公平的裁判。多谢你予我的鼓励。做安尼了后，红先生甲着白玉兰的中间，因着亲像一对恋人，亲像一对新婚的翁仔某共款。差不多经过了一礼拜了后，红先生才来陪着白兰花来到警察局来自首。但是这案件已经移送法院啊，白兰花现在已经变成着法院的通缉犯了。来讲在法院开庭宣判日子。因为还没确定的关系，所以说白兰花暂时被押送在了看守所。洪先生他会经常来给他面会，每天可以给他探望一次，规定是15分钟，连你一分一秒洪先生都不肯来给他浪费过。每一次他都给他带了很多这些东西和书来给白兰花看。在白兰花他看守所日子已经也渐渐习惯的中间，洪先生每一次给他面会，伊就时常给他鼓励安慰。兰花啊，你莫难过，世上的伟大的人拢有向关过较济，何况咱拢年纪轻轻，幸福还搁伫后面伫等咱。等你若是刑期出狱了后，咱就会当过亲像彩虹一般生活。咱会当永远来斗阵做伙，你会记得一句话，
黑暗的过去就是黎明，你一定要坚强忍耐，听候到出角。我知影。这日间，白兰花案件宣判的日子，洪先生真早就来到法院第三法庭的所在，伫咧等候。这日间的人为真多，看到这个人真早就拢围在咧第三法庭，特别来看到这个女士甲白兰花罗山真面目。白兰花这当阵被着法警给押出来，洪先生来看到白兰花，伊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激动。这当阵，众人拢总鸦雀无声，在伫法院的第三法庭的内底面，大家静静地听候着法官的判决了。被告白玉兰，在根据本案侦查结果，你是一个无牌母女，妨害家庭，偷取支票。举报脱逃，是不是事实？是。万姐是法官大人。你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报告法官，伊是冤枉的。啊？冤枉的？我想问你，你是伊的什么人？我是伊的表兄。什么？你叫什么名？我姓洪，我叫洪进峰。你为什么讲伊是冤枉的？报告法官，伊方的家庭罪这是事实，但是你讲伊犯着窃盗、偷摕人支票的代志，这最是无影。迄是因为吴董的，被着吴太太给逼到无法度。伊只好来做着违背良心的伪证，其实这是吴董给伊的代价啊！哦，白玉兰，你回答，恁表兄讲的话敢是事实吗？不是。什么？玉兰，你哪会讲不是？玉兰，真风，为着不爱拖累你。为了你未来的幸福，我决定要牺牲我家己。袂用的，你袂用安尼做，你是冤枉受屈的，你应该讲啊，你的委屈，你爱讲，我法官知影。好了，你坐落来。依据事实，被告已经有承认家己的罪状，现在请听判决。现在法庭的内底面，一时的中间已经鸦雀无声，大家拢耳孔仰来来静静，伫要听候着推事的判决。推事这当阵站起来，依照着犯罪事实来宣判了。犯罪事实：白兰花借着母女招牌，甲人客吴姓志在金钱交易下进行通奸，被吴姓志的家后吴丽美干报警来查获。被告白玉兰利用到吴姓志酒醉中间偷摕身躯顶一张100万现金支票，在警察人员查获了后，要炸回警局处理，竟然半路脱逃。经过着管区的警察分局以上检察官起诉侦查。要点说明：第一，被告白玉兰明知吴姓志是有夫之妇。竟然利用金钱交易方法改通奸，经过着吴妻吴丽美感会同警察触感成案，经查事实，供认不讳。以刑法第239条规定，有配偶的人甲人通奸，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其相干者也同款。体谅着被告年纪轻轻来触犯法律。量力有行，给予自省机会，只判徒刑3个月，如依科罚金以2元一天计算。第二，被告白玉兰
利用到五星级酒醉中间偷摕100万的支票一张占为所有。经询问被告，也有承认显然触犯到刑法第320条第一项规定，意图为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来窃取到他人的动产者为窃盗罪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500元以下罚金。台南被告是初犯，量刑为6个月。第三点，被告白玉兰在饭店被抓获，经过警方要带回分局问案的时阵，竟然半途来逃走，已经触犯到刑法161条规定，依法逮捕、脱逃，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体谅到被告自细汉生长在山地，虽然到都市一当外，连日对法律的认识无济，所以呢，量刑为有期徒刑2个月，如一颗罚金以2元一天计算。第四点，被告白玉兰初次来到高雄，为着要谋生，落海无照伴母，虽然尚有危险，但是体谅伊在看守所已经有拘役一段时间，此项得益无罪。刑科总结，被告白玉兰犯法事实，应服刑刑期11个月。如一颗罚金以2元一日计算，如被告不服此项判决，在7天内向最高法院上诉。白兰花雄雄来听到被判刑11个月，这当阵伊拢无表无情，伊的面色苍白，白甲敢若卖出一张的白纸。两粒目睭擦擦擦，看到推事离开了法庭。这当阵的洪先生非常的激动，但是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啊。就在这当阵，白兰花就亲像一个插头人，被法警准备给押上的犯人车。就在法警拄开车门的时阵，白兰花怎利用着法警无注意的中间，汹涌又过来逃走了。啊！犯人逃走，对。因为法警一时的疏忽，认为讲白兰花是一个女性，所以讲一时中间也无甲伊挂这個手铐伫咧。因此，若白兰花会当雄雄光光的中间，自安尼先来越头逃走。这当阵的白兰花，伊走来到大街路上了后，自安尼砸了一台客运车，然后向着西雅湾的方向，怎啊急驶离去了？在你现场的洪先生来看到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伊也感觉非常意外。有时伊也赶紧从我砸了一台客运车，也随时赶到白兰花背后向着西雅湾来了。兰花，兰花！这个时阵，当着红线是赶来到西雅湾的时阵，在你西雅湾路边的所在，围了真济人乌坎坎点啊伫看闹热。洪先生这当阵心肝底到骂一下，伊下意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伊落车了后，赶紧从我冲来到人群的中间，然后伊走起来到岩石的顶面。就在这阵，洪先生才看见掉了2名救生员，已经游到海底来拖出一个查囡仔起来。迄、那个查囡仔唔是别人，迄、那个查囡仔就是白兰花。洪先生看到这款的情景，伊赶紧3步做2步冲来到位，然后伊伸出的手骨摸到白兰花的头壳。天啊！白兰花现在已经冷冰冰了，现在伊规身躯硬壳壳了。兰花，兰花，你现在要叫你哪讲？你现在要叫你讲？这当阵，洪先生已趴在的白兰花身躯顶，痛哭失声了。伊痛不欲生，伊肝肠寸断，伊哭甲死来活去。
虽说咱儿眼泪不轻弹，只是味道伤心处啦。忽然间的王先生，伊感觉伊有一种被世界放散，那亲像一个孤儿，伊内心感觉无限的空虚。活到这八年纪，头一次去试着爱情的滋味，但是这个梦这么早就来试，伊感觉伊的血拢停止，未输循环拢已经停止同款。伊在刹那中间感觉规身躯拢麻木。就在哩这个时阵，伊雄雄来看到白兰花嘴角露出着一丝丝的微笑，然后七孔的中间慢慢流出一条血水。这个时阵，无定的人咧讲啊，讲死者看到伊最怀念的亲人到位了。这当阵，其中有一个救生员摕了一张被来到王先生的面头前。哎，你先安心，无唔对，这张被是这位小姐老爸王俊宏先生的。什么被？王俊宏先生就是我，多谢你。兰花，我看看。俊宏，希望你给我叫你一声亲爱的俊宏，好不好？当你看到这张片的时阵，我已经离开你跟俊宏真远，遥远的天国了。你免怀念我，也免伤心，也无必要痛苦。为了你的幸福，为了你的将来，我只有是牺牲我家己。老实讲，我一直感觉我无够资格来匹配你。假使人死了后，真正有灵魂的存在，也若安尼，我的灵魂的不死不弃，在你的身躯边甲你庇佑，皮内有一条金破链，是我最心爱的物件。这是我妈妈要过生日的时阵所留予我的遗物。我也捌甲你讲过啊，现在我转送予你。希望你个收起做纪念物，当你若看到这条金花链，都好亲像看到我同款。再见了，亲爱的金花，再见，兰花未毕。兰花。难为风萧萧吹回肠，何其凄吹回泪，可怜的姑娘到处去流浪，不惊风吹
放在的池塘天啊，望看庙门不还天。不管岁月的脚步是如何无情。洪先生对着白兰花的感情，就亲像日月，永远来相随，永久不变。伊在白兰花来过身了后，时常家己一个人孤单，拿着伊心爱吉他，来到西雅湾的海边，轻轻来弹出着伊感人的歌词，无言的恋梦，琴声哀怨，伴着失恋人，想着心爱的人。因阮目眶红，一张甜蜜的梦，转眼变成空思恋。总是为着爱人啊，你一人回头已经晚。路灯暗淡，照着失恋人，真情被你来放散，如今这么惨。孤单来看着天边最后的一粒星，夜夜。望到爱人啊，你一人，可怜的失恋人，一首无言的恋梦，也都是洪先生为着伊心爱白兰花所写的啦。小川小青，感谢收听，多谢你的支持和你的鼓励，谢谢。今生爱我，我就是恋人。